王不了，好啦，入埋三埋集槍。第五场赛事，三四班1510，我哋一起步嘅时候咧，都系啊慢慢嘅就前普通啊，前边啊燕龙在田啦，有玩意啊，首先抢咗出嚟嘅，咁啊出边外档咧，亦都系啊我创投精英准备 cut 埋嘅，哇中间位置咧，亦都有咧就啊咁啊彼得王子啦，勇强追风啦，一扎马摄住内档啊，咁啊后啲哆啦嘛，先系见到咧另外啲不醉无归啦，出边外档嘅宝神啊，入边内档王不了包晒落尾嘅前普通，咁啊开始转转弯向住对面直路进化嘅时候咧，有玩意已经向前面抢咗出嚟，战先过零买到啦，燕龙在田守住喺第二位度啊，第三四位置。分别有咧彼得王子同埋创投精英两个马要先系见到咧就勇强追风，然之后不醉无归摄住内档咧，亦都有只忘不了嘅。之后就见到只宝神包咗落尾前普通，去到对面八百米电柱啦。咁叫前领阿马咧，依然都仲系只有玩意摆前面抢啊。燕龙在田暗住啊，已经系上到嚟第二位啦。咁啊个零马先系见到咧就系嗰只彼得王子咧响第三位，创投精英响外档啊顶俾人顶住啊。跟住入边内档有只不醉无归，慢慢追下追下，亦都追前些少噶啦。然之后先系见到勇强追风啦，忘不了啦，包尾。尾二位置啊嘛，先系见到只宝神啊，远远堕后嗰只咧，咪已经前普通拉停咗噶啦。开始转翻入直路嘅时候咧，有玩意仲系占咗一个买到，咪呢个时候不醉无归已经内档摄住上嚟噶啦。燕龙在田已经散散地，出边外档亦都有彼得王子啦上埋嚟嘅。后边嘅先系见到咧创投精英啦，入边内档勇强追风，咪呢个时候咧三排两倍啦，见到不醉无归已经弹咗出嚟，咪跟住就彼得王子咧亦都向外档慢慢摄上嚟，咪燕龙在田未散得晒啊，回又追翻上嚟，反而勇强追风咧冇乜力噶，咪呢个时候咧就不醉无归弹。嚟晒对手啦，咁啊，跟住咧就彼得王子进咗先系第二位到，第三位有只燕龙在田，第四先系见到咧就嗰只啊勇强追风，咪跑喺第四，又系大 Q， 又系一场好正路嘅 Q， 谂住佢会有啲咩咩啲惊喜又唔会啊，呢只不醉无归真系睇住只啦，热得嚟佢热得嚟都有五倍，即系你睇到呢只马兜噶嘛系嘛，但系整咗只燕龙在田80几倍啊，跑第三噃。呢只马级数真系唔简单嘅，佢呢啲系要兜兜先系三倍半嘅，唔系点会三倍半咧？依家都系36蚊啫，系咯，一早都系跌晒嗰两只嘅，条 Q 临尾有51蚊 Q 啊，咁点样样？最后都系佢大热门，上场有啲吱吱作作嘅啫，像草地。佢同埋佢喺个闸发脾气，跟住出闸俾人夹啊嘛。系咯。又话咩唔畅顺咁样，我唔喺后边啦，系咁。上次16蚊，哇！呢次补补翻就得，系啦，补翻就得啦。呢度起码目测都包嚟4个马位赢马啊，估计企起身添啊，张智霖起个孖先啊，又张智霖啊，三倍半 win， 五倍 Q， 第三名三重彩分就一喎，两啊两啊反啊第三喎，都唔断啊，燕龙在田83倍，好啦，转正个弯一骑已经抛你啦，完全都唔系嗰皮啦，即系不醉无归啊，你都揾睇下揾只 Q 脚嘅啫，就讲 win 你赢紧噶啦。最后300米骑都飘嚟，睇下今次沙地都犀利啊！睇下今次呢3.6有冇36.5先？因为点解咧？佢上次赢马又系3.6就36蚊嘅啫。系哦，咁巧啦！你话吓，中间啲骑打左手边好反应嘅，里边嗰啲散噶啦，有玩意啊，忘不了喺里难食沙食到饱咁滞。个钟点？忘不了冇骑过，全程都就系咁嘅啫。不过佢想内档试下试下，佢内档试下，所以唔怕沙，食到饱晒。忘不了有时真系好吹胀嘅，其实佢真系上次最大机会赢佢都冇办法，俾阿大波头嚼咗。嗰只不醉无归真系摄住内档系咁。前一次。前一次啊，咁啊前普通咧喺600米拉停咗，忘不了啊，上一次系啊响600米系，咁嗱俾落咗马嘅，忘不了咧嗰个闸法老皮已经唔系第一次，好多剂噶啦，系嘛，所以话啲嘛，啊佢试闸啊冇嘢噶，冇嘢啊，所以话上次真系阴功啊，上次咁样赢，佢今日出闸都冇嘢嘅，系啊，就我啊唔知点解中嘢一揿就将佢揿咗落去尾三咁咯，就系咁啦。冇计啊！真系咁，你都唔顺住跟嘅，出闸点解要揿住啫？咁啫嘛。好，睇翻呢度出闸嗱，都贵一贵噶，贵一贵系里边嗰只三毛一档啊！我讲系啊，嗰只三毛啊，即系有换意嚟嘅。今日好积极啊，跑喺第三啊，80几倍。阿成啊，系咪啊？嗱，佢话想顶啊，你都有排等啊，系嘛？顶唔到，顶唔到，嗰只狗有牌都卖唔到你咁嘅仔，顶唔到只创投精英，我创投精英边有得顶啫？一个真系短途牌个内档贵咗都冇得顶啊！真系惨啊！真系。
冇办法，